王大河又偷吃我零食，再也不见了。我错了，你回来。终于甩掉王大河了。深藏不露啊，拖行李箱还能跑这么快？那是，这可是我特意买的带密码锁的零食行李箱，轮子360度可转，拖着它滚得可快了。哎嘿，为了防止王大河偷吃我的零食，我真是费尽心思。哇，看起来都是五毛买不到的饼干，这宝藏曲奇有蓝莓味、芒果味和抹茶味，果酱真的很香，不是太甜。8种口味速溶巧克力。啊呜，哪里速溶了？吃着嘎嘣脆，不过只要是巧克力我都不挑。这么高热量，你忘了你体重又长？我没有，这牛轧糖和雪花酥口感真的差不多，奶香浓郁，比拉米苏味的有点苦，又是脆后变软，有点粘牙。曲奇西饼有点脆，吃着容易掉渣，麦片巧克力随时来一个，不用担心低血糖，都是独立包装，全拆开藏好，王大河绝对再也偷吃不到我的零食。不对呀、啊，行李箱里应该有12袋零食，怎么就剩1、2、3、10袋了？八天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买了零食，还给你。嘿嘿。王大河，你又偷我零食！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八天，你要吃肯德基吗？没钱，那我就只点个土豆泥了。金奇老师，数据快给我，我给你做个米其林2星土豆泥吧。土豆泥吧，有点意思。支付宝到账16元。偷偷跟着法国大厨学了这道米其林2星土豆泥，只需一点点高端的调味，就能让朴素的食物更有另一番风味，撒上葱花就完成了。李丝滑，微咸味和奶香恰到好处，当热热的土豆味冰淇淋，金奇老师快尝尝。今天这黑暗料理一点泥巴味都没有，好吃。哈，我这可是真的米其林2星土豆泥啊。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八天。最近没有奶茶喝，大家都在测试各种神仙奶茶，看得我好馋，我也要试试。猜猜在吗？不在。你偷偷摸摸想干嘛？嘿，让我们干了这些奶，忘了那个仔。旺仔加乌龙茶包，再吃出。奶味甜度适中，茶味清香四溢，珍珠软嫩又弹，感觉这是我离一点点最近的一次。哎，你的珍珠好像不太对呀、啊。嘻嘻，刚冲好的旺仔乌龙茶，加芋泥，加波波。芋泥口感细腻，加上波波一口很是满足，但是现在的它还不够完整，需要一个灵魂。灵魂是什么？当然是这个，这才是真正的芋泥波波茶。这杯奶茶可以给我吗？我也缺一个灵魂。为了让这杯灵魂奶茶更久的存活下去，我中华小厨娘决定赋予它新的生命。旺仔奶茶豆，没有烤箱的爸爸们也可以记笔记了，把奶茶和玉米淀粉加热搅拌得以升华，再用冷藏延长生命，6小时后复刻更多灵魂，最后用略带苦味的香香浇灌它们。Yes, Mola！香香滑滑的，口感简直太棒了。这哪是你的厨艺，明明是人家冰箱的功劳。给我尝一块。不行不行，这可是留给仔仔的。你这有好吃的？你是谁？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我们老板的工资再不发，买它！我就要喝西北风了。这样自制可乐，3块钱都能开个饮料公司了吧？这么决战的事，安排。哎嘿，红糖水加小苏打搅拌，加醋，糖加醋，这配料能做糖醋排骨了吧？啊！像极致糖浆的味道，超级甜，一点都尝不出醋酸，但丝毫可乐味都没有。可小苏打加醋生成的气泡，嗝感确实像极了可乐，爽！就这一种饮料，公司肯定开不起来，所以研发才是最重要的。红糖是可乐，白糖不就是雪碧？这更像东大哥的浓稠白白糖水，按网上的配方，口味还原度都不到20%，我这饮料公司我要凉凉了吧？不行，我不信，口味芬达，葡萄味雪碧。水果味的白糖水，不行不行，还原不了可乐雪碧，那我就做个有特色的。如果加点榴莲，我不就成了全球榴莲味气泡水创始人了？但现在水果这么贵，有了王致和臭豆腐，更低的价格却有着和榴莲一样致命的味道。你敢去拿，我就敢让你把它吃光。王致配方真的不可信，我的饮料公司又爆仓了。本来还想赚钱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做郭老板的公司。我在家吃零食，熬到天天加班。让你做的视频下半天不发给我，你就等着开除吧。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不是说好听的这首歌就可以穿越的吗？哼，想见你中除了李子维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的白糖果，据说是导游都不会带你去的台湾特色小吃。我要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。糯米加水揉成小条，扭一扭加锅炸，裹点白糖，完成。啊呜，外脆里嫩，甜而不腻，还可以拉伸呢。不就是加了白糖的糯米吗？让我中华小厨娘给他加点料。老板的咖啡头一袋，来包爱吃的辣条。这不是我早上刚买的辣条吗？嘿嘿，还给你。隔壁小孩三件套，脸上红色奥利给。大伙最近感冒了，加点板蓝根。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可以搞定。清甜中带着淡淡的苦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果然，辣条加什么都好吃。面包糠使表层更加酥脆，突然好想吃炸鸡啊！粉红的颜色好像鸡鸣寺的樱花，甜甜的感觉似乎让我回到了1998。一抬眼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李子维。
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天。前几天看到有博主用纸切西瓜，今天我也来挑战一下。只能切西瓜？而且你平常不都用手掰的吗？我才没有。会看，哇，还真能切啊！这些都是小意思。今天这西瓜，我肯定能用纸切开。如果挑战失败，我就把西瓜皮都吃掉。Ready go！纸都磨烂了，西瓜还是原来那个西瓜。电视剧都放到大结局了，瓜皮还没切开呢。一定是我切的方式不对。说好用纸切，你这是作弊。我是用来裁纸的。两个多小时了，连个西瓜瓤都看不到啊！直接将西瓜锤开吧。我就把西瓜皮都吃掉。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我是每天都的熊麦田。众所周知，石翔老师最近根本不给我贴秋膘。帮助说句想吃火锅，他就给我送来个椰子解馋。哼，今天我就是把这椰子炖了，也要吃上火锅。哎呀，神气坏了哟！我咬开它。哼，哎呀，椰子呢？白天快来吃椰子鸡火锅，先喝汤。哇，有糖一只清甜，马蹄脆爽，啊呜，也有嚼劲十足，嫩滑的鸡肉里椰香四溢，清甜不油腻，一碗下去暖胃又鲜香。糟了，李石翔老师知道我在吃火锅，我就别忘露出肌肉，就说你在吃水果喽。好嘞。你在吃啥？水果了。你看，白天你点的苹果可以趁热下锅了，还有能涮的水果了。行吧，吃完早点回家。摆放鸡肉，再来点蘸料，沙姜、小米椒、柠檬汁，再加酱油搅匀，咬一口鸡肉，蘸料与渗出的椰香融合，咸鲜有味，鸡爆肉嫩，好吃到啊呜。煮熟的苹果也不能浪费，苹果吸收了鸡汁和椰汁，竟别有一番清甜。这一锅四人份，我们真的能吃得完吗？吃不完叫我。李老师，原来是梦啊，吓到我了。熊崽子，来吃健身餐。火锅特色菜单，椰子鸡锅。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我是每天都的熊霸天，今天我来接受摄像老师发起的1000根串串挑战。老板说买不起1000根，挑战换成吃200根泡面太辣8号的串串。告辞，希望有1000块奖金哟。变态辣八号算什么？串串串，牛皮40串，小羊肉60串，小牛肉100串，串串进入变态辣八号，开吃啊呜！水，年轻的熊霸天爷，你是要开水还是冰镇彩虹豆奶呢？当然是爸爸们收集来的豆奶，太辣了，快来一口，爽！一口气一盒变态辣串串还有180根哟。嗨。辣哭了，串串吃完了，快去找老板要奖金。被老板骗了多少次，还是有奖金。老板，我200串变态辣挑战成功了。老板去泰国了，下个月才回来。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一小伙在国外卖煎饼果子，月入100万，这班不上了，摆摊卖煎饼果子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要好好上班，做煎饼果子给你吃。材料准备好后，制作面糊，均匀摊满锅底，鸡蛋一定要嫩，不能太老。虽然这两年感受不到萧亚轩的快乐，嘻嘻，完美，加酱搭配菜，最后加上煎饼的灵魂果子。没有果子，薯片更好。波浪形薯片不同于一般的薯片，凹凸不平的形状使它的口感更加酥脆。再来一包。咋这么多？你吃得完吗？在我的世界里，从来就没有吃不完这两个字。哎嘿，卷起，撕开，面皮柔软，吃下爽口，不但滑嫩，薯片是煎饼果子的味道得到了升华，不仅土豆味浓郁，比平常的薄脆更香够脆，还多了鸡翅的浓香，一咬下去，鸡在嘴里嘎嘣脆，外酥里嫩，口感十分丰富，越吃越香，比路边卖的煎饼果子好吃多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把所有味道的薯片都买来，做碳烤五花肉味煎饼、铁板鱿鱼味煎饼、红烧牛肉味煎饼。嘻嘻，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终于上班了，我妈知道我懒又不想让我点外卖，所以教了我2分钟就能做的肉松芝士焗饭。黄油热锅，用烫水的花菜代替米饭，焯水后加盐翻炒，加入5分肉粒和玉米粒，火锅铺上热风和1粒芝士片，微波炉加热2分钟，希望胖胖的低碳水鸡蛋就出炉啦。金黄的芝士夹着满满的肉松和花菜碎啊呜，牛肉肉和肉松洗净又加进去，是奶香浓郁可柔滑。生活真是有滋有味，代替米饭的花菜低碳水，含有10倍牛奶钙的芝士片，营养丰富。这2分钟就能做好的肉松芝士焗饭，只是简单、营养又美味。收到了，明天再去公司，肉松芝士再做一次。Day two， 芝士食品质地好细腻，用了新西兰进口的干酪原料就是不一样。啊呜！熊霸天，你怎么不戴口罩？我在吃饭啊！有爱的剁成一汤。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天，在家瘫了10几天，凉皮也做了，蛋糕也吃了，总该来点循环药了吧？今天我中华小厨娘就要带领你们开辟新天地，现在吃上美味披萨，吃上了米饭不要扬，披萨有啥那啥？吃惊，家里仅有的2个鸡蛋。白天看到冰箱里的鸡蛋没？没有。哎嘿，锅底刷油，用妈妈盛饭的力道将米饭摊平，涂上嚼劲十足的美式沙拉米肠片。想什么呢？只有吃剩的半根火腿肠。
放上芝士片，小火焖五分钟，盛饭华丽变身披萨，来个小心心。芝士融化在酸甜的饼体中，火腿让口感更丰富，但总感觉是在吃饼状的蛋炒饭。特殊的日子里呢，吃上一块土味自制披萨已经 very nice 了，大家可以一起试试哦。嘿嘿，关注我，一档帮你踩雷的美食测评节目。